passiontimes.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庄子恩、阿飞。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拥抱大香港主义嘅早晨节目。今日咧就有我黄杨达啦，有庄子恩啦，同埋阿飞嘅。早晨，大家早晨。喂，咁咧，大家咧就麻烦俾反应，听唔听到，睇唔睇到，睇唔睇？系啦，放唔放金豆？俾反应嚟先。喂，咁啊，同埋就系有冇货金？未有货金啊，收到呢、這个，但系收到呢个 Sion 嘅货金咧，就系、是、呢个货金战，大家一齐撑庄子恩倒数43日啊！感谢倒数生日货金，大家都可以同我倒数生日，系啦，最紧要有货金。但系而家貨金把上面未有喎，壞咗啊！貨金鈴，大家試下貨唔貨到？大家快啲測試下喎，如果唔係就有問題啦。大鑊、啊！喂，呢一節講咩咧？呢次咧講下台灣，講台灣就唔係講打風喎咁樣。雖然打風都好嚴重咧，而家台北、新北嗰邊浸到咧，浸到變咗威尼斯咁樣。咁我唔知道幾時先至回復啊，修復啲嘢啦。咁咧，但系咧就想講單嘢嘅。咁樣咧就講單關於文壇嘅嘢嘅咁樣。咁就話説咧，台灣嘅文訊咧，叫文學雜誌文訊咧，最近咧就做咗一個，叫做90后嘅作者嘅點評啊，咁樣，咁樣咧就即系咧就揀咗幾廿個嘅90后嘅作者評述記錄咁樣啦，咁樣咧就逐個作者就喺度介紹一下咁樣，咁啊點評一下咁樣，咁啊都冇乜嘢啊咁樣，咁入邊咧就有講到一啲香港嘅作者，咁啊所謂嘅香港作者就係一啲走咗去台灣打國際線嘅作者啦，嗰啲咁樣。咁啊，走咗去台灣打國際線嘅作者，咁啊，佢哋都繼續嚇，即係喺文壇發展啦，咁樣。咁啊，喺文壇發展啊，冇乜分別嘅，其實喺香港同台灣嘅兩邊都咁窮噶啦，咁樣。咁啊，呢個咁樣嘅文訊咧，佢咧就做咗啲評價評論，逐個作者咁做評價評論。咁而其中兩個咧，就係、是、香港嘅作者嚟嘅咁樣，香港嘅作者。咁一個咧就叫木林啊 ，sorry 講錯咗，一個就叫木雨，一個咧就叫梁麗芝，都係啲香港嘅90后作者嚟嘅。咁咧佢咧喺嗰個文訊啊，嗰啲咁樣嘅逐個作家喺度點評嘅時候，就介紹到佢哋啦，咁樣介紹到佢哋啦，就話咧係這個講到佢哋呢啲香港的作者，他呢就忽然之間就很唏噓咁樣。他話談到梁麗芝和木雨，即係講緊呢啲香港作者，他話評審咧就不禁咧就感嘆：90后這批來自香港的創作者，他們過去受雨傘運動的影響，大量學生移動到台灣求學。他們夢想著在台灣生活可以得到救贖，事實卻不然。許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後幻滅。來到台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純化了。名單中這些香港作家非常珍貴，他們在混亂中執筆，面對困境。即使梁麗芝的書在香港被視作禁書，他和其他創作者依舊努力在歷史中留下身影咁樣。咁啊，咁咧呢個咁樣嘅評論咧，呢個咁嘅點評咧，就引嚟咗好多嘅網民啊嘅討伐啊咁樣。咁啊，好憤怒啊！即係好多人就話：喂，咩事啊？即係尤其是喺香港嘅網民咧，又或者喺香港，尤其是嗰啲有寫作嘅人咧，佢哋忽然之間就話：喂！乜撚嘢事啊？做乜撚嘢？我哋而家無端端 cut 翻嚟一陣彈，俾反應好唔好？咁啊，做乜撚嘢事啊？
有乜撚嘢事啊？無撚端端做乜嘢話話我哋被神化咗咁樣？咁啊，好多人就即係喺度喺度即係去佢哋點講咧？表達嘅憤怒咧，表達嘅不滿啦，咁樣即係佢哋唔滿意自己無端端喺呢啲咁嘅台灣文化圈或者喺啲文人忽然之間咧就俾佢哋冠上一個帽子，就係、是、話喂。總之，但凡留在香港的人，就是等於就係被純化啊、奴役啊。咁有些人就即刻喺嗰度喺民信嗰個 Facebook page 嗰度，有些人就喺度留言嘅話：嚇、啊、純化？喂，坐緊監嗰啲咧，坐緊監嗰啲又叫被純化？又或者有人在香港，就算佢冇坐監，即係根據嗰啲國際線嗰啲人講，喂，有人默默做緊好多工作喎，嗰啲咁樣。咁啊，好激動啊，好激動啊！即係變咗咧，好似咧就係，即係佢首先將定義一樣嘢就係，你是否留在香港咧，就本身就係一個政治上邊嘅取態嚟，政治上邊嘅，即係唔係政治上邊取態，直頭就係你住喺邊個地方，你生活喺邊個地方，嗰、那個就已經係一個選擇了歸邊在哪一個政治勢力底下咁樣，咁當然你不能夠話完全冇嘅呢個咁樣嘅選取上面嚟講，但你話佢咪去到被純化咧咁樣，咁啊呢個就當然惹起好多人不滿啦。我自己覺得就咁樣，我自己睇呢件事就係、是，我覺得你住喺邊度，你喺香港又好。你在台灣又好，你在美國又好，英國又好，咁呢個係個人生活上面嘅選擇。但係喺台灣嘅角度嚟講，即係呢個喺香港人，我先講緊就係你去唔同嘅地方生活，呢個係你自己生活上面嘅考慮，你中意邊度，你適合喺邊度咁樣。咪但係呢件事值得去討論嘅係台灣人佢嘅諗法，即係呢件事係透露咗台灣人點睇你哋啲香港人。點樣睇你兩個？嗱，好多人就對純化呢個字眼就好大反應啦，好反感啦嗰啲咁樣。咁我啊覺得冇嘅，我啊覺得冇咩值得大唔大反感嘅，即係佢一定係要去咁樣去描述你噶嘛，即係喺佢嘅 storytelling 上邊，喺佢嘅描述上邊，佢因為對於台灣，尤其是一些要去擁抱抗共或者是台獨，咁香港呢個地方對佢哋嚟講係一個，佢要設定香港呢個地方係反面教材嘅嘛，即係佢要即係香港係一個共產黨接管咗嘅地方啦，佢係中國接管咗嘅中國香港咁樣，咁佢係一個中國香港，咁對佢台灣嚟講，因為佢而家唔係一個中國台灣啊嘛，咁佢未係一個中國台灣咧，甚至乎啦，即係我哋唔好講呢啲啦咁樣，即係佢係一個佢係一個佢唔係中國台灣，佢要對抗抗衡成為中國台灣，呢個就係台灣而家要抗衡嘅嘢啊嘛，咁而一個範本就係呢、這個其實呢個底裡嘅含義就即係話往日香港或者今日香港就明日台灣，佢要對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呢件事啊嘛。咁佢一定要講到香港有幾衰得幾衰。咁所以對於台灣嘅描述嚟到講，喺台灣嘅表述上面嚟講，香港必須被描述成為一個淪陷區。OK， 必須係描述到香港係水深火熱。是冇人能夠住在香港的，咁佢要解釋點解仲有人在香港嘛？因為你被純化咯，因為你被佢純化已經係一個比較好的字眼啦。佢爭在未話你是被奴役，或者是被除了被奴役仲有啲咩字眼啊？或者佢話你失常、放棄，或者係放棄自我、放棄求生、放棄求生意志嘅。他要解釋一件事就是喂理論上那個地方那麼水深火熱，那些人一定是走夠了的嘛，那些人一定是走夠了的嘛，即是這個一定是這樣去描述的嘛，你在你我相信北韓都是這樣描述南韓的人啦，
即北韓都係要咁樣向內部描述，喂，點解你唔好去南韓啊？南韓好恐怖啊！南韓啊，喺呢一個咁嘅美帝資本主義嘅毒害底下，我哋生活啊非常之悲涼嘅咁樣。咁啊，南韓都要描述北韓有幾咁悲涼啦、啊，你知？即係你呢啲咁樣嘅對立嘅兩邊，一定要咁樣去將對方嘅地方，尤其是鄰近啊，當佢鄰近嘅時候。當佢行過幾步，就已經會越過咗嗰個國境底下咁樣。你一定要將嗰邊講到好撚嚴重㗎。咁既然嗰邊咁撚嚴重，咁點解嗰度仲有人咧？咁樣點解嗰度啲人唔係全部人走曬咧？咁樣咁因為佢哋係，因為佢哋失智咯，因為佢哋被奴化咯，或者佢哋被純化咯咁樣。咁呢個描述就梗嘅，所以咧嗱就好多香港嘅。網民啦，或者好多留喺香港嘅人，對於呢個台灣嘅文學雜誌《文訊》嘅描述非常之反感，因為佢覺得啊，我自己住喺香港人，我忽然之間俾人話我純化咗，俾乜嘢純化咗？純化咗係咩意思咧？純化咗乜嘢咧？自己係咪畜生咧？咁樣，自己係咪野生動物？而家變撚咗家禽定係乜嘢咧？咁樣，好啦，我覺得唔需要太大反應嘅，佢一定要咁樣描述你。但系我覺得有個好撚搞笑，我反而覺得最撚搞笑嘅描述係乜撚嘢？我覺得最撚搞笑嘅描述有幾個。第一咧就係咧喺呢一個咁樣嘅係頭先講咗個原理就係你一定要唱衰對岸啊嘛，你一定要講到對岸好衰啊嘛，同埋你一定要講到對岸嗰啲咁樣嘅人咧係留喺度都係有問題嘅。問題你冠以一個乜嘢嘅問題嘅名目俾佢啫？好啦，咁但係。佢好有問題，咁佢走出嚟嗰啲人，咁你應該講到佢走咗出嚟好好先得噶，係咪先？你應該講到佢話，譬如如果南韓要描述脱北者咁樣，我脱咗北之後，佢脱北之後而家好好啊，而家佢健康啊、自主啊咁樣。哇！佢終於一定要講下，哇！你睇下佢脱北之後，佢第一次飲到可口可樂幾開心，佢第一次東西德以前好撚中意用可口可樂嚟到去描述東西德嘅分野噶嘛。即係以前仲有東德西德嘅時候，即係嗱，佢而家終於第一次食到麥當勞啦咁樣，特登揾咗攝制隊拍佢食麥當勞咁樣，食到資本主義嘅味道啊！即係類似係呢啲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喺呢件事上邊咧，佢又唔係咁樣喎。佢喺描述打台灣國際線嘅人，首先佢唔話佢哋移民喎，佢亦都唔話你逃亡喎，佢用咗一個好奧妙的字眼，很神秘的字眼，他說他們受到雨傘運動的影響，大量學生移動到台灣。移動是什麼文字來的呢？移動是什麼？不是，我都首先我不能討論你那個政治指涉或者對兩岸陳述那個這樣的政治眼界，我先討論你的中文，不要亂搞文學雜誌了，屌你老母。所以我覺得留在香港那些人不用激動了，是不是？他不用移民，不用逃亡，不用脫離香港，他說那些香港人移動去台灣求學。喂，我覺得相比起話你喺嗱移動，同埋我哋好少話一個人移動，係咪先？我哋好少話一個人移動，同埋移動通常係有啲被動性質嘅。啊，即係而家到底係貨品啊、貨物啊，定係乜嘢會進入咗一種移動嘅狀態咧？咁樣，定係一種自然嘅現象咧？定係事實上？定是他將所有的香港人都變成動物咁樣去描述咧？即係你就係留低嗰啲就純化嘅，嗰啲冇即係好似季候鳥咁樣大規模移動去。季候鳥你都唔會話佢係移動嘅，係咪先？即係動物我哋都會話佢遷徙啊，係咪先？啊，你老尾你乜撚嘢文學雜誌會話移動咧？咁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又用翻個，即首先就應該係中文唔好啦。即係呢個係我相信而家大家網絡上邊，即係大家即係同啲
不同地方的中文網友接觸得多啲，即係對於台灣人中文比較好呢一個咁樣嘅幻滅，已經即係呢個想像已經徹底幻滅咗啦，係咪先？你嗰啲台灣嗰啲，嗰啲台灣嗰啲有政治色彩嘅網民，日日都喺度揾唔同嘅嘢，唔同嘅詞語，只要佢唔識嗰個詞語，嗰個詞語就係蜚語啦，嗰個詞語就係諮語啦咁樣。例如係咩咧？例如的士咁樣，的士係諮語，巴士係諮語咁樣。或者是行人路又是諮語，放假又是諮語，晚安又是諮語，乜撚嘢？只要嗰個詞語唔係佢用開嘅就係諮語，屌你老尾！好啦，咁佢好可能會用移動呢個詞語，好可能係因為佢根本就中文差，呢個可能性根本就好大嚇、啊。另外一個，如果假設個中文唔係好差嘅話，如果中文唔係好差嘅話，點解咁做咧？就係、因為佢唔想話佢哋係移民，你明唔明？嗯，不承認。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说他们是移民？移民就会加入了他们？不是，因为这个就是现实的状况嘛。现在很多去了台湾的人，他们事实上不是移民了，他们都入不到籍。旅游。大量的香港人去到台湾都入不到籍。嗯、我想说有些人已经去了四年、五年到现在都没入籍了。不是有些，是很多。很多。咁呢個就係你話早年嗰啲去咗台灣嗰啲，你又好彩啲啦。喂，呢個話題我講好多年噶啦。你去到台灣，你係香港人去到台灣，你喺中國香港過去嘅，而中國香港係企喺台灣嘅一個對戰對立面嘅咁樣，佢梗係當你係間諜噶，佢梗係當你係滲透噶，係咪先？你呢個咁樣嘅，佢又唔想話你係移民。但是他又不想用逃亡这个字眼、哦、他又不想说九十后这批、来自香港的创作者大量学生逃亡到台湾求学，他又知道夸张了、哦、那他又不是逃亡又不是移民，那是什么呢？这样那可以怎么说呢？可以怎么写呢？哎，他卡住了，他卡住了，那不如写移动呢？这样文信的編輯，你不知道懂不懂廣東話，又或者有沒有人用 ChatGPT 翻譯翻這段，樣我教你，你可以用移居嘛。所以講到尾，就算加埋個政治立場底下，其實你的中文都是很撚差，即係無論你是本身不撚識中文寫做移動，又或者你是有政治考慮、現實考慮，不能夠用移民，不能夠用逃亡，不能夠用走難。啊，走難佢唔會咁寫啦，咁樣，因為走難佢又覺得係諮語啦嘛，咁樣。咁佢就唯有用移動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你係可以用移居啊嘛，你亦都可以話佢哋係旅居都得噶。啊，如果假設佢係會兩地往返嘅咁樣，又或者你可以話佢搬遷都得噶，係咪啊？雖然搬遷一般又好難用，好少用喺境外咁樣，移居就比較啱啲嘅咁樣啊。咁但係佢係用咗移動，所以無論如何咧，我話俾嗰啲覺得啊，喂台灣人咁樣話留港香港人，你唔使咁撚激動，你唔使咁撚激動。你聽完我呢度咁講，你首先你就給予個諒解先。呢本文信佢哋中文本身就差，佢雖然有翻嚇、啊，即係都。都不是話好小眾的文信，其實嚇喺文壇咧都有啲地位，但是都不代表他哋中文不差噶，因為畢竟那度是台灣啊嘛。OK， 你要考慮翻台灣整體個文化水平啊嘛。好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OK， 算啦，你有一個咁撚奇怪，你要咁撚奇怪嘅政治考量又好，或者個現實考量又好。咁但係你要將香港地區居民、中國香港地區居民描述成為一個水深火熱嘅地方。咁你就算唔將台灣，雖然實質上而家台灣先水深火熱啦，係咪水浸到撲街係咪？但係你就算唔將台灣描述成為一個天堂也好，你都冇理由描述到嗰啲嚇。移居去台灣的人變成一些漂泊淒涼的毛巾子弟啊！但他事實上就這樣說，他就說了，
九十後這批來自香港的創作者，他們過去受雨傘運動的影響，大量學生移動到台灣求學，他們夢想著在台灣生活可以得到救贖，事實卻不然喎！屌你老尾，咁點啊？咁點啊？即係香港人生成就係慘嘅，即係佢喺香港又好撚地獄，香港又好撚水深火熱，佢又好似即係老鼠也移民咁樣啦。即係老鼠也移民就係咁樣啦，就係夢想住哇喺一個北歐嘅地方，嗰啲老鼠咧俾嗰啲鐵幕嘅老貓一路追殺，就夢想住可以移居到一個冇老鼠嘅天堂，諗住嚟到美國冇老鼠啊，冇咪嚟到個冇貓嘅天堂，諗住美國冇貓，呢個世界點可能冇貓啊？於是乎。呢班咁樣嘅香港學生嚇移動到台灣之後，佢哋竟然係幻滅咗，佢哋希望可以得到救贖，事實卻不然，許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後幻滅。嗱呢即係嗱呢個中文真係去到好差，許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我哋喺呢度，台灣的朋友喺呢度咧。我哋唔會用削弱嘅，我哋係會用消磨。OK， 許多人的憧憬被日常所消磨，又或者係被日常所甚至乎係除咗消磨之外，又或者係被日常去削弱，係一個好差嘅詞語啦。又或者其實你唔需要佢哋。或者是甚至乎你可以直頭係話佢哋俾日常生活打擊，然之後又或者你可以去中間避開咗呢個詞語，又或者佢哋有好多嘅日常、好多嘅憧憬，終於因為日常嘅種種嘅磨難而幻滅，就唔會喺呢度就係話寫佢嗰個中文就寫得好差，佢就話許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後幻滅咁樣，因為嗰、那個。因為那個名詞和那個動詞或者那個被動詞並不對等，憧憬不是一種加強削弱的一個東西嘛，即憧憬這個詞語，即是我們教台灣人中文、OK? 有人說我不說摧毀都摧毀又不是很相對的，但是即是你咁樣，你點樣衡量一個詞語會唔會咁樣用呢？或者某一個動詞與被動詞，佢可唔可以套喺某一件事、某一個事物、某一個描述上面呢？你就係睇下佢相對嘅詞語、相對嘅動詞與被動詞到底係恰唔恰當，你就知啦。我哋唔會話憧憬被削弱嘅原因就係削弱，咁啊調翻轉嗰個相對嘅就係加強啦咁樣。相應嚟到講，你係唔會寫憧憬被加強噶嘛？你唔會話有一個加強憧憬噶嘛？係咪先？你唔會話大力憧憬噶嘛？係咪先？呢啲咁樣嘅憧憬被加強或者憧憬被削弱咧，係一啲相當之暴力同埋相當之硬框框嘅程式中文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喺我眼中嚟講咧，台灣嘅文人，你哋寫嘅中文咧，喺我眼中咧係更加匪語，而你哋竟然日日喺度討論邊啲香港用語係諺語，我覺得你哋真係，所以咧再講一次就係、是，有啲香港留港嘅人士、香港嘅網民、香港嘅居民，你見到呢個文訊佢哋去描述香港人嘅時候，你係一啲都唔需要憤怒嘅。喺行文入邊有幾個例子，有幾個例子你就見到佢哋嘅中文係比較差嘅。他們不知道為何還可以去做文學評論的這樣，而讓他們去點名去評選出來的作者，你們應該有少許擔心，為何中文這麼差的一個雜誌，為何中文 寫文章這麼稀的一本雜誌 會評選了我呢這樣。 Anyway， 我們講回他的描述，他除了說留在香港的青年他們是被純化之外，但是那些移動啊 ，Cole and Cole 佢寫嘅移動到台灣嘅學生，佢哋夢想著台灣的生活可以得到救贖，事實卻不然。許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後幻滅。來到台灣的學子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純化了。喂，這個真係奇怪啦！
這個真的奇怪怪了，我們先不計算他中文是不是真的那麼差先，但是若然他不是中文差的話，若然他大過中文怎樣都是差的，即是他中文差之中來說，但是你要去描述香港在一個水深火熱的地方，你起碼告訴人逃亡移居去到台灣的人，香港是水深火熱嘛，去到台灣那些人應該是生活在類近天堂，又或者呼吸自由的空氣，過著自主的生活，這樣去描述他們才是，但你說不是，他們是消磨，消磨是我的字眼，他們是說削弱，憧憬幻滅，跟住又得唔到救赎啦，好失望啦咁样。点解要咁样咧？点解要咁样咧？点解要咁做咧？你要知道，放喺台湾嘅角度嚟到讲，喺台湾嘅拥有政治取态嗰一群人嚟到讲，香港无论系留喺香港、住喺香港嘅人，或者走到嚟香港嘅人，你要明白，你哋对于佢哋嚟讲，都是賣小強的養分嚟噶嘛，你哋只不過係佢哋賣慘的籌碼嚟噶嘛，佢哋要捉住佢，即係呢個就等於國產007啊，金槍人同阿袁詠儀講，你睇下啲大肚哥肚幾大個，你睇啲細路，你睇細路女幾細個，你哋嘅作用只係咁嘅啫，就算你去到台灣，你都作為一個迫害者嘅範本嘅咋，就同嗰啲脱北者一樣。就成日都要俾南韓攞出嚟，就話嗱，你睇下脱北者而家生活點，你睇下脱北者生活點。台灣就係要成日都攞住稱住啲香港人，嗱，你睇下佢生活幾好，你睇下生活幾慘，你睇下佢生活幾，佢甚至乎係唔會俾你有一個愉悅愉快嘅生活作為範本，因為佢都冇能力做到，佢根本就唔批你移民啊嘛，佢根本就唔批你移民，然之後佢又要話俾人聽，喂，嗱，我哋咧要對抗啊，我哋要抗衡啊。我哋咧真係要投票俾民進黨啊！我哋真係要嚇誒，唔好俾柯文哲啊，唔好俾國民黨啊，佢哋有機可乘啊！嗱，一定要投票。如果你唔想變成香港，你唔想變成香港人，你就要投票俾我哋啦。即係好似同啲細路，同啲細路哥講嗱，你要乖啊，你唔好偷嘢食啊，偷嘢食咧你就俾森林嗰個阿巫婆捉住咗你噶啦咁樣。嗱，唔好偷糖食啊，一旦喺糖果屋偷咗糖食咧，就一世都出唔到嚟噶啦嗰啲咁樣。跟住嗱，你睇下嗰個細路啊！你記唔記得啊？邊個啊？你記唔記得啊？趙永強啊？趙永強啊？知唔知邊個趙永強？趙永強咪即係你幼稚園嗰個同學咯？你記唔記得佢啊？嗱，你而家小學二年班啦，你有發覺你升咗小學二年班，趙永強冇升到啊？你知唔知點解？佢夜晚唔肯瞓覺咯，佢夜晚唔肯瞓覺啊！而家被警察捉咗啦，咁樣即係咁樣啫嘛，你明？咁當然實質上趙永強就。趙永強就沒有升到那間小學了，因為趙永強成績好一點，他已經去了名校。但你的兒子就沒辦法，你的兒子就選一間沒有直升的小學這樣，但他就經常記住趙永強，為什麼趙永強不跟我一起讀小學？趙永強矮，不交功課，那怎樣？被警察捉了，不交功課被警察捉了，是啊，很慘的，這樣，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即係對於台灣人嚟講，台灣人要教育佢哋啲細路。你知道台灣人的文字是小學，即係佢哋面對嗰啲，即係嗰啲文字，最主要就是佢想像佢哋嘅文字係好似小學二年班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就要用呢啲講述趙永強被警察拉嘅故事。趙永強被警察拉嘅故事，其實我唔知邊個趙永強嘅。其實呢個係 Darling 教育佢個女嘅方法嚟嘅。佢成日都話佢嘅同學俾人拉，俾警察拉嘅，又喺度又。有邊個同學被人拉咗去坐監？佢成日都咁講。咁係咁，佢就香港人咧，就係要嚟俾佢哋台灣綠營要嚟做反面教材。嗱，你睇香港幾撲街？你知唔知道香港撲街到點啊？香港撲街到連嚟咗台灣嘅人都撲街。佢唔會話嚟咗台灣嘅香港人好喎。佢話你睇香港人幾撲街？香港人撲街到嚟咗台灣嗰啲人都撲街㗎。點解嚟咗台灣都撲街咧？因為佢香港人咯。佢香港人咯。就冇理由嘅喎，佢已經離開咗香港呢個地方，佢唔住香港咪冇嘢咯。佢嚟到台灣應該會好嘅喎。你有冇睇過嗰啲你有冇睇過啲殺蟲水嗰啲講個介紹？嗰啲曱甴一旦俾殺蟲水噴咗，佢翻到去鬥都會惹翻佢啲同類嘅。咁啊死啦！佢會唔會走嚟惹咗我哋啊？咁樣照計就唔會嘅，照計就唔會嘅，因為我哋就係非曱甴，佢就係我哋另一款曱甴。
我哋兩種，我哋兩個唔同，我哋係德國飛曱甴，佢又唔係飛曱甴，佢就應該唔會嘅，照計就唔會，但都唔好咁接近啦，嗰啲咁。呢個因為台灣，因為台灣冇，因為台灣事實上冇辦法 offer 到好嘅生活俾香港人，佢甚至乎唔想批佢嘅移民，呢個入籍，咁佢又要 keep 住將香港人同埋台灣人咧，又要有個區隔喎。所以嗱，你睇到嘅就係、是、嗱，即係嗰啲，如果你係過咗去台灣打國際線嘅聽眾咧，我覺得你真係事實上近年都好多人重新考慮嘅，即係事實上咧係好多人喺台灣打國際線打到一半就轉咗去英國啊，咁你又唔翻香港啦咁樣，咁啊跟住有啲人諗最多就係諗英國啦，轉陣去英國啦，有啲人去開始諗下加拿大讀書啊，加拿大而家。加拿大之前好像說讀書都可以入籍啊，各樣嘢咁樣。喂，你真係再考慮啦，你真係再考慮。你去到邊度都係會俾人歧視嘅，即係種族歧視同埋事實上一定係會你嘅生活一定要由頭再嚟過啊！即係除非你好有錢啦，即係你好似街市用咁啊，冇問題啦，係咪先？你好似街市用咁樣，你仲走去超級市場做嘢，霸住人哋份工咁樣，作為一種消遣，乜嘢都好啦。但如果你到而家都未入籍，如果你早年已經成功入咗籍嘅，咁冇嘢啦。又或者你本身你過到去，你已經係你有啲根基喺嗰度嘅，你有啲 connection 嚇、啊，你一過到去，譬如好似 Andy 師傅嗰啲咁樣，又或者你唔係因為政治理由而離開香港，即係你隨時根本就可以翻嚟嘅咁樣，咁呢啲又冇乜所謂啦咁樣。但如果你係打國際線嗰類去台灣嘅，你想一想啦，你想一想啊！你去到英國，你會被英國人歧視，你會被英國相對隱性地歧視。即如果假設你唔使喺職場面對佢哋嘅話，你又或者你去加拿大咁樣，你可能生活上可能同香港距離好遠，但我想講你喺台灣受到嘅歧視係最大的，而台灣係努力，即台灣係冇一個咁樣嘅地方係，即如果打國際線眾多選項，有好多人覺得去台灣。幾好，其實很多人一嚟就覺得去台灣打國際線幾好，是因為你哋懶啫嘛，因為你覺得那度是中文，你覺得那度是中文地方，你覺得你講普通話，你講國語，你能夠應付到咁樣。首先第一樣嘢就是你日日上 stress 睇下，佢日日都同你講，佢係日日都努力咁樣去同你講，就係話，喂呢、這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香港人嘅中文唔撚係中文嚟噶，你以為你自己同佢都係中文人？你啊稍微寫一下一個，譬如你寫冷氣機咁樣，你寫冷氣機佢就話你哦呢、這個呢、這個係資語，用資語啊呢、這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唔係中呢、這個唔係中文人嚟嘅咁樣。你哋嘅語文都唔同嘅，有雖然佢可能係一樣。但是他們現在努力經營令到他不一樣嘛，好了，你覺得大家都是華人這樣，喂他努力排他這件事嘛，他努力很想分清楚，不要說什麼華不華人，你是香港來的，你是香港來的，你就是中國來的，他就是想劃清界線，就是說喂我們是台灣人不是華人，我們寫的是中文，他們寫的那些是資語，包括這個這樣的香港你寫任何晚安啊，或者是唔知早晨而家系咪之語啦，又或者是翻工啊，有啲廣東嘅語系啊，或者有啲英文嘅語系啊，或者是譬如你沙律咁樣，你寫沙律啊，你寫沙律佢就話你係呢個之語啊，沙律係之語，你寫沙律係之語。你寫多士係知語，你寫多士，你寫芝士係知語，芝士就係知語啦，係嘛？佢唔，你同佢講唔係喎，呢個香港用語嚟嘅喎，芝士係香港用語嚟嘅喎，喺英文翻譯過嚟喎，咁樣，哎，我哋呢度唔講呢樣，我哋唔咁樣用中文，我哋唔咁樣用中文嘅，嚇、啊，一定係娛樂啊，唔會嘅，一定係娛樂，唔會係芝士嘅。有到香港用啊，香港咪就係大陸嘅地方咯，咁樣好啦。你以為佢啊起司啊，佢台灣地叫起司，我哋叫起司，起司，呢叫起司。你用芝士咧，你係
用芝士咧，你咧係你係芝乳沙拉，你係共產黨滲透嘅，你係共產黨滲透嘅。OK， 係啦。好啦，咁呢啲咧就係你而家反芝乳運動啊嘛，係咪先？反芝乳運動佢乜撚嘢都話唔係中文噶啦，咁樣。好啦，你以為大家都係用中文，佢覺得唔係，哎，唔好咁講，你係用芝乳嘅，我哋用中文。你以為大家都係華人，哎，唔好話華咩華咩人啊，唔好講呢啲華人，我哋係台灣人，你係中國香港人。呢、這個咧係同英國或者係呢、這個係同英國、泰國、印尼同埋加拿大都唔同嘅歧視嚟嘅。你去到英國，你被歧視。英國嗰個係相對失途嘅歧視嚟噶嘛？即係除非你跟佢打工啦嚇，你喺職場上面你一定會感受到待遇嘅差別啦。咁呢個我成日都講嘅，你冇錢唔好打國際線啦咁樣。但係假設你又要打工，咁你可能會感受到嗰個咁樣嘅待遇嘅差別，嗰、那個咁樣嘅歧視。但係呢個歧視你預咗㗎係咪先？畢竟佢係歸撈，你唔係歸撈啊嘛，係咪先？你喺外表上面你睇到嘅係咪先？你見到佢的而且確同你唔同種族啊嘛，而佢對你有一定程度嘅種族待遇差異，你覺得嗰個範疇係你有心理準備啊？同埋佢畢竟係一個習慣咗歧視人嘅地方啊嘛，佢習慣咗歧視人，佢知道歧視嘅分寸可以去到邊度啊嘛，你明唔明？而且佢亦都知道要隱藏啊嘛，佢係一個。本身底裏歧視，但係佢免牌，佢知道係要隱藏嘅，咁佢會隱藏佢歧視啊嘛。同台灣唔同喎，台灣嘅歧視係方興未艾喎，佢哋係發展緊啊，你知唔知啊？佢哋對於歧視香港人呢件事，佢哋仲建立緊啊，佢哋仲尋找緊唔同嘅界線啊，佢哋仲我哋喺度討論嘅一樣嘢就係話，以為佢我可唔可以喺呢個位歧視佢噶？佢黑頭髮嘅喎，咁樣我哋又黑頭髮。我哋可唔可以歧視佢黑頭髮嘅咁樣？佢嗰種黑唔同我哋嗰種黑嘅，歧視咗先啦，先歧視咗先啦咁樣。佢哋亂鳩咁歧視，佢哋啱啱開始歧視啊嘛。佢哋啱啱開始發展佢哋嘅歧視啊嘛。佢哋亂曬大龍啊嘛，係咪先？你去到鬼佬嘅地方，你尤其是嗱加拿大嗰啲咁樣，加拿大左膠地方嚟噶嘛，佢盡量要包容你啊嘛，佢盡量要多元咁樣包容你啊嘛，係咪？佢底裏雖然都有少少歧視，唉呢班咁嘅香港人啊，屌你到尾一啲搞撚到啲華人社區流流亂咁樣，但係佢盡量都會知道啊，唔可以咁樣嘅，佢有啲心理掙扎啊嘛，就唉唔得，佢擁抱多元嘅，唉我唔可以咁樣，我唔可以，我要支持啲移民嘅，我唔可以變咗 Donald Trump 嗰啲人咁樣嘅，佢有個 struggle 喺度嘛。台灣人唔同啊，台灣人而家慢慢 build up 緊，喂。佢喂你喺香港嚟啊？哎呀，我好中意睇廣州啊！喂，我很喜歡看香港的電影啊！哎，不要這樣子，不要這樣子。為什麼？他是中國香港來的，你忘記了啊？對啊，啊對啦，咁樣。佢啱啱先醒起要歧視啊！你明唔明啊？佢仲努力去建立緊佢嗰個歧視嘅氣氛同埋嗰個色彩。佢呢個咁樣嘅歧視，呢啲咁嘅歧視好危險啊！咪先。他仲喺度審慎咁用緊啲歧視嘅字眼，係嘛？佢哋成班人仲坐喺度開會討論。喂，我哋叫大陸嗰啲人嚇、啊，我哋叫啲大陸嗰啲人做共死，我哋叫嗰啲黑人做黑鬼，我哋叫香港人做咩好啊？我哋叫佢做成龍好唔好啊？成龍有冇侮辱性啊？咁樣我 get 唔到個侮辱性喺邊？即係佢哋仲喺度建構緊嗰、那個，我哋點樣？我哋叫港仔好唔好咧？港仔好唔好？港仔，港仔佢驚唔驚到我哋潤鳩佢噶？我哋叫 M K 仔咧 ，M K 仔可不可以啦？他們有些人說他們是 M K 仔啦，但 M K 仔後生現在都已經絕種了吧？已經沒有 M K 了，那怎麼辦啊？我們叫他陳浩南好不好？古惑仔，我们叫他古惑仔，陈浩南好不好？冇侮辱，侮辱咩？佢哋仲喺度开紧会啊！你明唔明啊？佢仲喺度讨论紧啊！仲喺度讨论紧，都得，我哋叫佢成龙好啊，陈浩南好啊，嗰啲咁样，定系叫佢 M K 仔好咧？咁样，咁啊，变咗佢哋仲系乱鸠晒头，所以咧，我咧即系喺呢度咧，由呢篇，我觉得留港嘅香港人咧，
係唔需要被嗰個咩所謂被純化嘅詞語嚟到感覺到冒犯啊侮辱，因為你睇佢通篇行文，你知佢根本就中文唔好嘛，叫山雞啊，山雞都好，我們叫他們山雞好不好啊？山雞會不會？但是他是山雞是毒蛇幫的幫主啊，毒蛇幫好像很厲害的喎、啊，呢個我哋仲喺度討論緊啊。大家覺得叫成龍好侮辱啊？唔係咩？我又覺得冇乜嘢，成龍 OK 喎。成龍即係等於我而家問你啊嘛。喂，你同成龍對調身份咯。即係成龍嗱，你而家假設你30歲，咁你30幾40歲，身壯力健係咪先？跟住成龍就而家70幾歲啦，係咪先？跳都跳唔喐啦咁樣。跟住然之後，你哋兩個交換身份，你肯唔肯交換身份？阿飛，你肯唔肯同成龍交換身份？成龍而家係啊，係啊，而家。早十年可能會，而家70幾歲冇。而家唔會啊！而家唔會，太老啦嚇。係嘛？我換啊！我懷疑成龍嘅體能到而家都仲係好過我。即係隱藏咗自己。佢唔跳俾你睇。做乜隱藏嘅？佢唔跳俾你睇。做乜隱藏嘅？我覺唔係啊！你跳到咩？我覺得我唔覺得你跳到啊！做乜啫？你哋話成龍跳唔到，而家你跳到咩？你打下空翻嚟睇下，屌！你話成龍而家打唔到風，你話成龍而家唔可以喺3樓跳落嚟啦，即係你可以嘅。唔通你可以嘅？黐線！我同成龍換啦，成龍咁撚有錢，係咪先？屌呢個你諗下喎，你諗下喎，係咪先？嗱，你如果你同成龍換，假設成龍80歲命，假設成龍，假設有人話身份 OK， 身體唔好，你哋真係肯定你哋嘅身體好過成龍？你憑咩覺得你哋嘅身體好過成龍？年輕。嗱，假設大家都80歲命啊，嗱，你而家30歲，你而家30歲即係代表咩？即係你要捱窮捱多50年。你寧願捱窮50年，定係幾百億身家10年？你仲有換唔換？你諗下，你到底要上億身家10年，定係捱窮50年？你真係諗，你諗真啲喎。有人又話：我早十年就乜都早十年就好喎，咁樣早十年。咪早十年佢身體梗係好過你啦，但你而家真係肯定你而家身體好過佢，你對自己身體咁撚有自信。你而家係啊，你係啊，打後空翻嚟睇下先啦。嗱，你自己拍條片，嗱貼實，嗱你打條片，你打個片，打個空翻，唔好多啦，唔好3樓啦，你打空翻2樓跳落街，你整到條嗰個片貼上去大香港早晨，我馬上向你道歉。2樓跳落嚟起唔翻身啦。可能可以即刻表演，但系跟住嗰条片，就系人生最后嘅一条片。唔系，所以我最后系想讲，我最后系想讲就系、是，喂，如果你系嗱，你好地地，你有资本移民，又或者你系街市用类别移民，又或者你早年已经移民入咗籍，咁冇所谓啦。又或者你纯粹旅居，其实我又唔觉得台湾好，我觉得台湾几好嘅，老实讲，我觉得台湾几好噶，其实。我覺得旅行、旅居或者兩地走我都覺得幾好，但係問題就係你抱住一個乜嘢希冀？如果你係抱住一種呼吸自由嘅空氣，擁抱自由嘅價值，逃離呢個咁樣嘅極權嘅枷鎖，奔向自由，好似老鼠也移民一樣，希望可以自己走向一個沒有貓的角度，咁你注定係會失望，甚至乎。你在那裡，你被當地人，因為他的政治還在激烈地發展跟動盪的時候，你不知道他會拿你來做什麼，你不知道他會想拿你來做什麼的樣板，你無論如何都不會成為他們一份子。而問題是他想拿你作為什麼的樣板，演出什麼的劇目呢？那個還在不斷地變化著。咁啊，呢個就係、是、如果你話唔係，我冇呢啲咁樣嘅政治嘅想像，我亦都冇話即係話，喂，翻唔到去香港啊，我只不過係貪嗰啲嘢平啊，同埋你唔使喺台灣打工，你話貪嗰啲嘢平喎，係啊，嗰啲嘢好平啊，人工仲撚平啊咁樣，你話貪嗰啲嘢平，跟住然之後咧就我可以賺香港錢，又或者我本身就有錢唔使揾錢，咁台灣係一個好地方，但係若然唔係嘅話，若然你係貴乏嘅。同埋你係尋找政治上面嘅自由空氣嘅，你係渴望住呢個咁樣嘅
奔向自由大地嘅，你係尋甚至乎你係尋求國際線嘅空間啊，繼續喺一個就係喺揾一個自由嘅原地去進行抗爭嘅。咁你要真係，我嚴重地去呼籲你，你要重新考慮，台灣絕對唔係應該你一個停留嘅地方，馬上考慮移動。根據台灣的中文，馬上考慮移動去第二個地方。OK， 呢一節就係想講呢啲啊。有冇貨金啊？有啊，睇下先。咁即係貨金，即時貨金總額係2988蚊。老闆有九百，咁高嘅分賬又九百八十八蚊。我有2000蚊，老闆100蚊就係比皇上早咗一日去天滿 shop coffee 元亨。貨金在地聽直播 Kelvin 嘅貨金。哎，多謝 Kelvin， 多謝光顧。100蚊老闆嘅繼續支持大亨加人工阿 King 嘅貨金，100蚊嘅小貨支持大亨，我 at 咗你啦，等你回覆拜澳門蟹仔。哎，好啊好啊，金啊，晏啲晏啲，澳門蟹仔晏啲。188蚊早晨求家人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拜19。500蚊嘅貨源西洋再貨，媽媽今日做磁力共振，求大亨代求平安。平安啊，希望。法子的莊子欣的2000蚊就是貓貓頭貓貓頭，感謝貨金，繼續貨金幫我整喐個榜。好，感謝感謝。喂，2000蚊喎，2000蚊你咪應該已經喐咗咯。喐唔到啊！喐唔到咁奇怪。應該爭好多啊！大家幫幫手。大家繼續貨，大家繼續貨。喂，咁我哋呢一節到呢度，我哋唞一唞，轉頭翻嚟繼續。睇完節目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收睇最強頻道，訂閱熱血時報。